来自微博营销号娱乐红人馆的微博消息称，亲爱的翻译官编剧洪敬慧花了2年的时间写出了原创剧本，我取了莎士比亚，这部剧暂定由46集的内容，目前也开始筹备开机了呢。话说暂定是在2019年的3月底开机，拍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大概需要150天的时间，主要在北京和英国拍摄取景，而且据说还敲定那个湖南卫视和腾讯视频播出咯。对于这部原创剧本，我取了莎士比亚，在你邀请的演员名单方面，貌似剧方也有了初步的人选，其中女演员方面你邀杨幂加盟。话说编剧洪敬慧的亲爱的翻译官就是由杨幂、黄轩、高磊光、周琦琦、李希瑞、张云龙等人主演的。如果这次杨幂出演该剧，那算是再次与编剧洪敬慧合作了呢。而在男演员方面，据娱乐红人馆的说法，是你邀行走的荷尔蒙朱亚文出演，是不是还是蛮让人期待的。最近朱亚文与郑元畅、李佳航、坚韧子、韩雨勤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正在热播，期待他的新作。